乌鸦太渴了，瓶子里有水，可是喝不着。他突然有了个好办法，于是开始去河边收集石头。但是他突然发现有哪里不对。把瓶子搬到河边之后，放石头的效率果然高多了，可惜石头都放完了，还是喝不到水。他发现其实自己很笨。只要舀一点河里的水到瓶子里，不就可以喝到水了吗？乌鸦跳进瓶中，开心地喝起水来，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瓶水好像得了脚气。从此，乌鸦再也没有喝过水。